下。行，店长，等一会儿啊。好。再重点。好了，店长给你玩吧。哎，好。怎么输了呀？哎呀，貂蝉，你都不会玩，把手机还给我！哎呀，再让我玩会儿嘛！不行，还给我！让我玩会儿！让我玩！让我玩！我的手机！哎呀，我的手机坏了！大仙儿，你别生气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就是故意的。啊，貂蝉！胖妞，我真不是故意的，你想个办法。手机坏了能想什么办法呀？哎，别哭，我有办法了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了，我用粘土给你做一个手机。胖妞，你能做成手机吗？当然能了，你就瞧好吧。那行吧，涂黑色的粘土。这个手机做大一点，然后做屏幕边框。哇，好像啊！是啊，简直跟真的一模一样。那是当然了，大仙儿，给你。好，来。哇，这个手机啊，比我这个好多了。是啊，还有七彩的按键，屏幕也特别的大。大仙儿，你喜欢就好。我喜欢喜欢，大仙，这下你不生气了吧？啊，不生气了。谢谢你啊，不用谢。